男女嘅对住咧，受介种后生书记嘅兴趣，变作人生嘅使命。入账呢件事情对车企卷来讲，昨天讲系用生命来钦开门。你不后辈人学王白嘅一瞬间，佢总共出版了十二本入账作品，期盼唔得几多白嘅改入账展。今年86岁，车企卷除了入账，也记录众多重要嘅客家人文客家相关嘅建设。昨天拿到客家贡献奖，对佢来讲，真嘅系实至名归嘅肯定。整理一本部跟一样写，主场都给整理客家庄嘅一点一滴嘅人事景物，记录到慢慢的小石头嘅田庄风景同客庄风情。对后生时节做公务人员，同朋友到购买摄像机，到自家上墙有空多钱买自家嘅装批，车骑卷透过镜头嘅视角，用摄像机保留当到客家庄嘅回忆，也一张张嘅相片后背，车骑卷搭庄主还记得这片土嘅故事，咪讲得出来。每一本是一个专题。总嘛，该讲一本一本，全部要一个专辑，还是个计划是讲，哎，我需要这个书籍，一天到完整的报道，好，本人看到书是讲，哦，原来一个行业是这样的。有拍嘅照片记录到有农业机器以后，当时看到嘅水牛、长牛，咪讲出欢迎家全欠自家物嘅做爱做嘅神忙付出，还有一庄做农嘅阿公吴开开嘅面，还有贵神太行嘅笑容，一庄庄一幕幕，做喺车企卷发当道嘅时间心力，同照片度嘅主角交朋友付出感情，真系俾到冇镜上嘅面貌，一摆记得到客家贡献奖，车企卷当欠，佢讲记录客家咩嘅任务，认真系列。我就有一个为那个历史做有见证，当中啊个使命感，按你这一些。车启军讲，佢系蛮爱退休，接下来还想去翕五名年初面，透过镜头去记录台湾嘅故事，用镜头记录慢慢你会看唔到嘅农行业，冇做喺定型下嘅台湾成样。镜头后背车启军保持本单嘅心情，继续投入记录达三年嘅人生，还有各行各业嘅故事。客家新闻总资面，美丽报道。